哎、欸，讲过节啊，胡歌严选啦、啊，哦，该看老模的，该看砖卡潘阿街老老模，爱讲潘阿街老老模，爱当去遐看。我听到这句话，我是真的气到有点发抖。啥？砖卡音那就不对，是不是？换我来，我来，我来跟你辩。爸爸干掉同行反被呛，潘阿街老模，丢丢妹直播喊冤，他只是长得黑。零九八五零八六，卡来搞呛声，叫我去招。被玩假哦、喔！他没有揪，他只是说来辩论。丢丢妹的爸爸李庆福才爆开赌场，遭人持枪抢劫。三号又杠上直播主李祝福，照常做生意的丢丢妹对此大叹委屈。我爸那时候留言什么？听你的好难呐、啊！听你好难呐、啊！结果他就抓准他是丢丢妹的爸爸，他就开始一直骂他了。对我爸是说听你在放屁。对，可是我爸他讲这句话的缘由，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说全部直播台都是卖假一八五五？你讲别台怎么样？我觉得其次，我爸真的是太冲动，个性凶，脱性啦，真的是个性太土，凶透啦。那个直播主有讲一句话，让我觉得很难过又很生气。该看老模的，该看。真卡潘阿给老罗摩，还讲潘阿给老罗摩，还当。我听到这句话，我是真的气到有点发抖。啥？真卡音那就不对，是不是？换我来，我来，我来跟你辩。我们爸是特嗨狼，为什么他会很黑，然后又胖胖的？因为我们爸他是标准的渔民，一弄我咧特嗨，他只是长得比较难看、啊，也不能说他是流氓。之后他在骂的整篇两档直播骂的整篇真的都是侮辱到我爸爸，而且还侮辱到乡下人。乡下人哪里有不对？我真的是哦。记者求证福哥，他澄清自己没有恐吓，当天直播影片都是对方在叫嚣，目前已交给警方处理了。留言有种来是要对方来对质，至于只是语助词，没有其他的意思。而打电话给李祝峰的林姓友人，目的单纯要劝架。福哥也无奈地说：“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。”反正我觉得两方都有错啦，我不能说我爸没错，我爸自己也很白痴，真的，我听到我也很生气，我说。福哥不是黑道吗？不是，他只是长得比较黑。然后我说真的，我要替我爸爸抱歉道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真的讲话太冲动。大哥，我要跟你对不起，我爸爸真的就是，真的就是，你觉得他去乱你，可是你不要一直讲三字经在干掉，也一直在干掉。我觉得这样事情会没完没了，好吧？大家人都是中华人啦，和平相处就好了啦。喜欢谁，你们就去看谁。没有说谁一定要哦，你们一定要跟我买，还是你们一定要跟福哥买，还是你们一定要跟谁买？错，互相交流啦，对不对？谁的东西啊，谁的东西有兴趣就跟谁买。新闻媒体，我要谢谢他们啦，就是谢谢你们。可是我真的很委屈，不要再拿我做标题了，好不好？